终南山行。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2008年3月2日发现与虚拟观测站。五月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复紫金山天文台题目的325136号小行星，命名为终南山行。远远不是单纯对我的一个肯定，而是对我们的团队一个小行星的命名呢，就更加鼓舞我和我们的团队，在座的团队啊，还有全国的啊，更主要是科技的这个很广大千百万的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前进，不要停顿啊，也像这个小行星一样，一直能够引导我们前进，也引导我自己前进，啊，这就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啊，以及感谢我们所有一块战斗的全国的抗疫的人群。这个命名是对这个人群的命名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代表。